上次钓鱼空之后，大杨哥又带着新装备来了。挖点蚯蚓进去，看能不能挖到。没有，没有。这有，这有，看，动起来了没有？我觉得有。哥，你不是蚯蚓啊？我啥东西也没有。我拿真的，坏的，拿了好这么好的刀，这哪能当饵料了？你这玩意儿都闹吧？你来一个。你拿这么大的船当饵料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船别浪费了，船浪费了。好，你说。我怎么吃的？怎么吃？你嘴用嘴吃，用嘴怎么吃？用嘴，不是这怎么用嘴？张嘴，张嘴啊！哎，他意思叫他喂他，你直接说就是啊，他臭不要脸的。来，直接张嘴。这你过来点，过来点，让杨嫂看不见，还以为你们在外面做什么？哦，这么吃的？对。那我浪费吧，可能没浪费吧？给。啊！你这个。他手上比那个醋还咸。玩闹归玩闹，大杨哥还是更心疼弟弟，最后把黄多的都让给了弟弟。别看嘴上兄弟俩互不相让，但心里却总是为对方着想。今天谁酒不开谁就是细狗啊。呀，去去去去去去去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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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！你呀，他是他自己啊，不要我，我呀呀呀！啊！拌饭酱，兄弟俩难掩尴尬，跳起了早操。哇，好怪我的！哎呀，别！杨伟游啊，就这么啊，你们只要你们说的东西我都准备了，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今天不一定能卖。我试吃了一下啊，他们说闻起来不好闻，可能吃起来好吃。你看这些大哥。两个人。两位阿贵。我吃你就吃啊。啊，我们尝试就得为粉丝们服务。陈哥，给到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你这个胃，你这个到底是什么胃呀？啊？啊？货都没有，你快点的，行。你别搞那恶心样啊！吃的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这兄弟们不卖了，这个没法卖啊！就是我觉得，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啊，我就是说，有的人他也没尝试过，他给你买回去，我也怕我被骂，我被喷。看一下什么叫做一指弹爆西瓜，厉害！你买回去了之后要轻轻的，因为它很容易爆开。太尴尬了！平常的西瓜你们是不是得切？这个西瓜你轻轻掰个小口子，我放心吧，那你害怕？没有，没有。太上自尊了！我到现在都没用力，因为我手这里疼，我不想用力，一用力更疼了。重来，兄弟们，视觉效果请勿模仿。你看到没？你看这皮多厚！这个品牌方已经被我们拉黑了，所以我们过来拿给你们看看。哎，小飞象来了！嘿，小飞象来了！开、啊。小杨哥杨康首秀邀请童年回忆郝少文同学做客直播间。哇，有人问这是谁？我是郝少文啊，各位同学，是你们的童年记忆童年偶像啊！我看到郝少文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那个小疙瘩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哇！好精致哦，小大大啊，就是要那个小飞虾，哎，小虾，哎呀，而且它很多功能，它还能钓螃蟹，那个真的那么小，对不对？还能钓砖头，对不对？兄弟们，看到没？我的天，文哥他自己说的啊，还可以钓螃蟹，哎。
不是，那个，你当时是真的用那个钓的螃蟹吗？那真的呀，真的夹住了。没有，他那个螃蟹啊，是先把它肉剔出来以后，要不然怕夹子帮他夹子挺重啊，夹子没不疼，用钓鱼线，钓鱼拉了拉了拉了多少长来都。没，本来就这么点的，对吧？对，没有拉的长，本来也就这么长。我看了电影，拉的也就这么长，拉的也就。那皮很挺长的那个皮。你这么，是吗？总之现在啊，他还健在，还健康。健在啊，好不好？多少钱了，文哥？现在82.5万元啦！你们这么厉害，一个亿一分钟就这么点出来了？不是我们点的，他们点。一分钟他们点了一个亿点赞，你们是真牛啊，你看现在130多万人在线，你这么女婿啊倒八辈子了，可不敢胡说啊。这绝对是小杨哥心疼的一天，直播中调侃大杨哥不给岳父送礼，这下好了，全网都在监督小杨哥给岳父买车。我今天在这边当当啊，我给我岳父买辆车。你过年给不给岳父送酒？有没有吧？我的爹吧，我岳父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不抽烟不喝酒你就不给他送。我跟他，我问过他，他说要吗？他都是不要的。穿什么鞋？把你拖到那了！我不告诉你，不要买八德友。他这样说的，那你不能问你媳妇吗？我媳妇也不说，是来客气话题吗？有你这种女婿，找八子辈子没了，知道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无形中你伤害了多少人？你岳父说不要，对啊、那只是客气话，没说你不买了。那我岳父也说不要呀，我跟他说买茅台，他不要。我不要，他酒太贵了，我不喝43度。鞋子，不要，我家里有，我42码脚。给他买衣服，不要，我身高1.8米。给他买裤子，不要，我腰围84。为什么给我岳父买衣服啊？爸爸试一下这衣服来，试一下，不要，哎，这好看。真是废呀，你这么虚啊，倒八辈子霉。岳父过年给岳父的酒都没买过，烟都没买过，我买是让他高兴，你高兴什么？你都没买过，他怎么高兴呢？我买了一辆车呀。Hello。买什么车？买自行车？买车？买滑板车？买奥迪？买个奥迪嘛？买个奥迪 Q7。我的天哪！谁信你给岳父买辆车？那车呢？我就不信。证明了，你们照片又扯，谁扯谁狗。7座，是给岳父买了吗？那车连牌都没有，新车。哦，对。大杨哥开始反击。你买的什么车？好，来，两代。你买的什么车？你换的什么车？换车。我岳父有车，我换什么车？有车，我岳父也有车，我给他车换了。行，我明天换啊。什么？明天换？明天？不，等一下。今天星期二，下个星期六直播。下个星期六之前。明天，我去。你是真烦的。我今天在这边当当啊，我给我岳父录音，买辆车。什么车？我买车不行，我不要说什么车嘛。你不是买个自行车、玩具车？那你又没说什么买什么车，我都看看。那你给你送个，哎，我推过去，给你玩具车，买辆奔驰。行行行，都可以啊，奔驰啊。回头我买奥迪，别人说拿大两个图片了，行吗？我周六给他见证，我有没有买？你这不是买着换，你非得操事儿，你知道吧？非得操事儿。你那他过年都不给他岳父买酒买烟呢，他这个人。我买车。我换车，我高兴啊！我没事，我高兴。不高兴了一下吗？岳父换辆，我年年都让我岳父高兴，是吧？年年给岳父换啊！我本来都不用花钱，哎，你这一讲，哎，又要花钱。哎。